我们的大哥光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叫春天序曲，然后是一个四重唱，那么是有两个男中音，我跟方素健，和两个男高音南风跟黄鹏凡，然后共同完成。这个节目呢也是作为开场的第一个节目，是有这种青春的活力，然后有这种大地复苏春意盎然的这一种景象，也是希望能给这个春天增加一丝绿色，增加一丝这种新鲜的这种元素在。耗子，船工耗子，对，船工耗子，对。这个我觉得南方来，我是在珠江边长大的，因为我是广东广州人，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过了两次那重新来因为我是在珠江边长大的，我是广东广州人，所以我对珠江可能有更多的感情，就每当这个我们说起这个对吧这个歌词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更加有这个每年划龙舟的这个景象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，所以我们聊的可能更多是有这种年轻人的干劲，年轻人的这种朝气的蓬勃，而且这些很这个荣幸我们跟三大男高音一起合作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很荣幸，很荣幸。说实话我不了解，但是我觉得南风哥一定是了解，对吧？除了收看我们广东卫视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之外，我知道广州人还我们还要逛花市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春节的一个习俗，可能跟内地跟北方的一些习俗是不太一样的。对荔枝岭南饮食，光哥，岭南饮食，那就是对，非常的清淡。我喜欢烧鸭、烧鹅、白切鸡，还有这个骨鸽，对，都是肉的。你呢，福建？其实我比较喜欢吃叉烧，对。然后其实还有岭南，从古至今，我觉得最负盛名的一种水果就是荔枝，对。所以我就是提起岭南，我就会想到荔枝。所以我觉得，但是来的不是时候，下次有机会，我觉得要夏天的时候，对。对，我们1975是第一次，真的是，当时哈第一次一起出来到音乐厅里演出，对，没错，记忆深刻。然后就是时隔一年回来，丢了两只，对吧？就只回来了俩，然后换了两只。我们有个新的组合，对，我们有个新的组合，我们叫做耶鲁器物。对，为什么是耶鲁呢？因为这二位哥哥都是就读于耶鲁大学毕业于毕业于就读于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在1975的组合里呢，你是我是五，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代号，你是七，他是七，你是七，没错。所以说我们就是成功组合，组合成了新的组合，然后就抛弃了那个一跟九。